主啊，是我们的荣耀，主啊，是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主啊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不管是顺境，不管是逆境，主啊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敬拜。圣灵啊，愿你今天早晨更多充满在我们当中，自由的来运行，向我们来说话。哈利路亚。有时候，当我跌入深谷中，你的话语保守我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，你的爱围绕我。有时候，当我独自一人走，你的话语指引我，你的手擦干我眼泪，拥抱我，给我安慰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是我刚强；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；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圣灵啊，愿你更多充满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耶稣。有时候，当我跌入深谷中，你的话语保守我。主啊，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。主啊，你的爱围绕我。你的爱围绕我。有时候，当我独自一人走，你的话语指引我，你的手擦干我眼泪，拥抱我，给我安慰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是我刚强；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；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是我刚强，你是我刚强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，称颂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。你是全能君王，我的神，我救主，我的磐石和力量。赞美耶和华，你是荣耀君王，我的心，我的灵，高声唱哈利路亚。称颂耶和华，你是全能君王，我的神，我救主，我的磐石和力量。赞美耶和华，你是荣耀君王，荣耀君王。我的心，我的灵，高声唱哈利路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今天早晨开口，为了自己的软弱，为了自己的不容易，来向神来祷告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神是我们软弱时候的帮助。我们将这一切的不容易，将这一切的软弱，今天早晨完全交托给神。好吧，一场开口，一场开口，为了自己来向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爸父，阿爸父，主啊，你是孩子软弱时候的帮助。
用你做的力量做了避难所。打开今天早晨，将一切软弱，将一切不容易，将一切所求你都知道的交托给你，把人放手交托给你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必因着你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让这一切不再拦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这一切不再使孩子跌倒。主啊，觉出来要因着你刚强站立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当孩子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赏赐孩子力量。主啊，当孩子绝望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使孩子刚强。主啊，求你直接放出来，加添孩子力量。主啊，我要依靠你，主啊，我要全心来依靠你，耶稣。主啊，求你更多来与我们同在，赏赐我们力量。主，谢谢你，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使我刚强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，一同来宣告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使我刚强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使我刚强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当我绝望的时候，当我绝望的时候，你使我刚强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你给我力量。当我孤单的时候，仍要赞美耶和华。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我要高声唱，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我要高声唱，我要高声唱哈利路亚。